啊，我现在又到了这个祈福寺，进去看看。祈福寺也是要爬个坡，看上面有转法轮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到了祈福寺。这祈福寺在上面写的，原来又叫洪泉寺，原为张家湖泊所辖的五座皇庙之一，现为比丘尼寺院。这是天王殿，我进去看一下。我现在进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庙也不小，大雄宝殿。再往里看看，这是什么庙？听，风一吹响，那铃声挺好听的。祈福寺，好像上面是不让上，十万人数。上台上去了，这个院子。从那边下来，我准备去爬那个，爬那个最高处的。那个了，爬那些了，这个高吧，我终于爬上来了。这是十万门锁，来看一下，我从这儿爬上来的，那个累死了。这还有舍利塔，这边有地方还在修建呢。大家看看下边，这就是吉佛寺，远处的五台山。再给大家拍一下，这边在修，所以那边就不让过去，就看不了了。基本就这么多了。看周边的那个风景，周边那个云，蓝天白云。嘿，我从庙里出来了，今天到这儿吧。